混于他，轮回不止一次。我们混，他们他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三十秒。打诺手最好一级要最快速度出门，然后把这块草丛占住了，这块三角草，因为诺手很容易进来。全军出击！往日的负担。它发生了。啊！裂开！选择你自己的路。笨逼，我是个。不太好杀。烈烈。我们两个最大的一个优点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每把开局一定要高难度。干他！干他！干他！诺手现在是 DL， 不要去哦。草是真的有点裂了呀。
三个桃子怎么打呀？真你妈那个逼的难打了呀！现在，哎，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，没了呀，这把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丢不过去的吗？吐了。下把就被拆了吗？九分钟，没了呀，那这把。
这冰雨，这冰雨神仙吧。Destroyed a turret.
别跟他们打，现在。别跟他们打，现在。选择你自己的路。别跟他们打，别跟他们打，爆爆团就没了嘛。等我带线呀、啊。我回来了，看看，德莱文有闪了。妈的，真的太呀，难打的。是剑圣，你知道我怎么死的吗？这奶妈真的毒瘤，你知道吗？
哎，追追追追追追追！追追追追，这波全要死了。是有点危险的样子，确定吗？我把德莱蒙红出了。别急啊，速度太高了，我们的人死得太快了。哎，算了，退吧，没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两个高胜率，你知道怎么打吗？前面你不是有特别好的机会，你就别再抓上，不然你会影响我的节奏，知道吗？我就很容易就烦，我就炸了。对，除非有很好的机会你才来，很重要。